这是新华社发出来的一个帖子啊，说有一个小朋友啊，说话都说不清楚。其实他已经走丢了，他的父母还不知道。哩哩哇啦的指挥着这个，警察去找他父母。新华网啊，是一个感指，一个感信。这个小孩语言都说不清楚，但是这个语言能力，这个记录能力超强，一个感指，一个感信。这里出来的，在地下车库吗？那你是坐汽车还是坐电动车啊？这里是电梯，从这里上去吗？然后呢？这里是电梯。你在哪里？二楼还是四楼？一楼。啊？一楼。四楼。这里没有人的呀。这里下了。这里下去啊？你确定？那我就带你找找看啊。小孩子都跑到那边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住在地下室那边。我得跟他们几个小朋友在玩呢。这里。这小家伙不得了，大家都惊叹啊！家伙啊，这记忆力，哈哈，这认路能力，一个感指，一个感信。呵呵